昨天咱们对比了新晋生化 T0 buff 士气凝聚和曾经的 T0 buff 致命一击的对比，今天就来看看士气凝聚 buff 到底有多离谱。先求个点赞和关注，这个对我非常重要。攻击力公布如斯后期相当于老版本的致命一击20层左右，感谢兄弟们最近的点赞和三连，这才让我有了更新的动力。后续如果还有其他的改动，我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